袁老板，别怕，被虾夹一下不疼的。我没说疼，我这是在模仿虾临终前的应急反应。来，开饭啦！哎，要不这个就算了吧。别啊，虽然这个虾皮看起来有点黑，但是里边肯定好吃。对对对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我们家这个锅太老了，底儿黑。真的？嗯。你看，能吃，那你多吃几个。